选举已经结束了，那怪传说内阁的改组也势在必行，怎么来看？我想内阁改组是总统跟院长，哦，那就由他们去处理，哦，那自己这边会自己请辞下来吗？我想这个缘起缘灭了，从立法委员转任行政官员，这个政务官就随时会走，哦，所以这也没有什么，哦，好。那目前有预计什么时候吗？这不知道，不知道。因为现在这个立委何志伟他有点名说，其实有黑道的这些势力是在民进党的里面，这个部分，部长可以来回应一下吗？我不回应立委的问题，哦，但因为不止立委有点名，是连馆长陈之翰他有说，就是确实有黑道的这个势力在民进党的里面。我讲过哈，我不回答他们的问题哈。但因为现在这些问题如果不解释清楚的话，其实还是会让大家这个党会处理哈。但身为一个部长，是不是应该对于这些事情应该要解释清楚？对对对，没有接收到任何征询啊。有说有意要辞这个部长的职位，这个我很早就提过嘛，哈，这个从立法委员转任到行政官员当政务官，本来就是政务官本来就没有任期，哈，随时会下台，哈，所以这本来从立法院来到这里就了解这个嘛，大家也都知道，哈，我也当过那么久的立委嘛，好，所以这缘起缘灭这没有什么，哈。请问一下，最近那个屏东开票的争议，就是说有一些民众是好像转传这个讯息是有被带走的状况，那这部分目前有掌握到大约？这个就由我们那个检调警察机关去依法办理啊，哈。目前掌握到大概多少？这个因为他们在办理的过程里面呢，这一些我也不方便透露哈。不过他们是有跟我提到这一件事啊，好，所以警察机关是有跟我提到这一些，但是侦办的或者是这些调查的内容没有告诉我，因为我也不干涉这个个案，所以但是告诉我这些事而已。好，所以您有意愿继续留任吗？就是即便之后这个我已经提过了，缘起缘灭了，这个政务官本来就随时下台，这也没什么。好，你会担任党秘书长？我已经刚刚讲过了嘛，我没有接到任何征询。我只是把一些我的个人的东西拿回家了，我的东西本来就是搬来搬去啊。大家认为那个报道还写说这是开内阁改组的第一枪，想太多了啊。那选在这个选后的时候清空自己的东西，我也是让大家有点联想了。没有了，你们联想太多了啊。所以不会有异动的部分。所以部长目前那个办公室是已经完全空下，没有了，我空下来了吗？我还有很多东西啊，还有很多东西哦。所以部长还是维持跟早上的说法一样嘛，就是目前都还没被征询过，没有，没有，没有。好，我找新的解密吗？什么？带什么东西回家？对呀。啊？带什么东西回家？我私人的东西当然就要带回家。为什么要带回家？我常常私人东西也带过来啊，我带过来的里面也要报一下。啊，所以就是完全是没有，还是有很多东西在。去我办公室看，你们都知道我的达摩像什么都还在。啊，好。部长要找新的解密吗？什么东西？解密。去见市长、副处长。我们本来办公室简密就有好几位啊，哎，那是职务调整而已啊。这个变革改组完全那个职务调整是我们内部的，那个是在选举前就已经都签了，选举前就决定了，只不过是在这两天就职而已哈。部长是最近这几天搬东西一些东西回家那个很多记者朋友去过我办公室就知道，那几箱早就放在那里。已经放了两年多了。你在辅选陈时中的过程当中，有觉得很排除在决策圈外吗？我们都是配合这个竞选总部的行程啊，就是如果有通知，我们都会去参加这样子。那怎么会觉得这一次有点低估疫情的冲击？尤其最后那几波疫苗前客的时候，会不会是选情重伤的一个关系？我觉得当然，事后来检讨会有很多可以检讨的地方。那就我个人而言，当然我也觉得说，毕竟民众给我们很多的
机会让我们执政。那在执政的过程中，我觉得更应该要提出符合民众期待的法案，例如说我们所推动的不管是平均地权条例、居住正义的问题，或者是我们所在乎的这个长期不公平的关税、货物税的问题，或是燃料费、水油征收啊、货物税、能源税这些应该改革的法案，我们也希望能够赶快来推动，让民众看到我们改革的决心。我觉得这个也是民众期待，不管是在经济、在社会的公平正义更多方面，如果民进党能够去做到更多符合民众期待的事情，我相信2024还是很有机会的。你说到改革哦，那内阁需要改组吗？我觉得如果能够改组，当然是一个也是新的气象啦，因为毕竟有很多我想民众所长期认为高房价的问题哦，这些可能包括我们也希望推动食品制，那我们也希望说内政部有相关的这些首长是愿意一起来推动，那当然是能够符合民众的期待。那另外当然内阁也需要一个新气象，尤其是是不是官员其实对于这些很多重要的政策法案能够更负责的、更积极的去向民众来说明，我觉得很重要。那说明的态度也希望能够更让民众能够了解，那也是希望用一个比较虚心的态度来面对民意这样子。所以自家人有出现反弹的声音吗？就是赎回未留，就是答应未留的这个部分。当然过去纾魁的满意度也是蛮高，但是可能执政的末期总是有一些包括各方面我们刚刚所说的经济啊、高房价啊等等各种面向，包括通膨的问题等等，那官员总是需要一些动力来促进他们更往前哦，包括说这次的选举可能就是一个其中的一个检讨，那代表说可能过去施政可能方向上或是在很多的面向上还没有完全符合民众的期待，所以我是觉得希望能够赶快提出至少在施政上哦更符合民众期待的相关的法案哦，那这些我相信才能挽回民众对于民进党的信心，因为毕竟民众不是没有给过民进党机会，而且给了我们非常多的选票的支持，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更努力的用改革来去回应民意的期待。各界对于执政党败选后，那院长请辞受到未留有多有批评，那说没有痛定思痛。那针对北市选举，党内也开始有互相攻击的情况。那以及现在有媒体预测内阁会在年后由全面改组或部分改组。那郑文灿、潘孟安、林佳龙、林佑昌成了入阁的热门人选。那现在蔡英文总统请辞党主席之后，院长觉得谁适合担任下一任的党主席？面对选举结果，我们应该严肃面对，深刻检讨，回应人民的想法。我身为执政团队的一员，在第一时间向总统请辞，但总统特别提醒，面对国内外瞬息万变的严峻形势，我们要紧盯，而且随时应变，应该坚守岗位，就还有许许多多正在进行的工作，一点都不能放松，才能回应，同时要做出更好的成绩。